本期话题：玫瑰花泡水喝的禁忌。黄世静，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。情绪不好了，我们通常可以泡点玫瑰花茶，那么打了疏肝解郁。有些女性朋友经常有痛经啦、月经不调啦，或者是痛经的时候，比如乳房胀痛啦，但疏肝解郁还能够缓解疼痛，所以这是非常好的。但是呢，就是说它具有活血化瘀，少量饮用达到养血活血，也能够达到美容养颜。但是如果说我们用量过大，平时月经过多的人，我们用玫瑰花，那么就是容易了导致月经过多，那就是适得其反。另外呢，一个就是月经期的时候，我们也不建议用玫瑰花，因为呢怕引起月经量过大。还有呢，就是平时啊体质比较虚弱的人，淤血没有，平时就是单纯的血虚，我们不建议用这种光是行血的药。一般呢建议呢，就是比如大枣啊这种配合剂，或者是少量的玫瑰花加上一些大枣啊，这样效果会好。单用的话反而就是伤气耗血，所以呢我们也不建议，尤其是体质比如说过多虚寒的这种，或者是平时容易出血这种病人，或者虚热体质的人，都不建议应用。